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在《礼记·乐记》当中有这样的一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句话道出了音乐的本源和它的意义所在，那就是发乎于心，并且表达着内心最真切的情感。音乐呢，是素质教育和美育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他们敢于打破常规，他们唤醒了我们的耳朵，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知道音乐可以这样玩。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看看他们是如何玩转音乐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快乐大巴，也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关注快乐大巴号。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留言区写出你和音乐之间的点点滴滴。那么首先呢，为各位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他们是著名心理专家黄征博士，欢迎您。大家好。音乐是一种特别特殊而美好的语言，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一部分，希望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获得良好的音乐启蒙，来学会这个语言，来开启自己的天赋。接下来呢，为各位介绍的就是我的同事，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霍小雷，欢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但是不识五线谱的毛毛虫哥哥霍小雷。那么今天为各位请到的这位特邀嘉宾会是谁呢？他能不能玩转音乐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掌声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出场。有请特邀嘉宾张少博。大家好，我就是疯狂小提琴张少博。哎，大家看到我手中的这把小提琴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也要跟大家打一声招呼，说什么呢？我就是张少博的好朋友。普通话说得很好啊。哎，这就是疯狂小提琴，这把小提琴呢伴随我已经有30几年了。我跟很多学琴的琴童一样，从4岁半就开始学琴，那么至今30多年来，跟很多琴童是一样，冬练3九，夏练3伏。很多人也会问我学小提琴苦不苦？其实我的回答是当然苦，但不是心里苦，而是条件苦。因为80几年跟现在的条件自然是没法比啊，而且我是单亲家庭，母亲单独把我抚养长大。单亲的家庭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学琴第一个难关呢，就是买一把心爱的小提琴。那第一把小提琴着实费了很多的周折才买到，因为感动了琴行的老板，我母亲的一个举动，最后用分期付款的形式把它买回来，所以我特别特别珍惜它，至今还收藏在我的家中。第二个难关呢，就是学费啊，当时的学费呢是4块钱一个月啊，虽然是只有4块钱，但对于我当时的条件来说也是承担不起，但是老师呢把我挽留了啊，所以我特别感谢老师给我申请了一个免费学小提琴的一个机会，并把我作为独奏演员来培养啊，更有针对性的一个训练，免费教了我15年之久。
啊，非常感恩我的恩师赵本阳先生，啊，从学琴的伊始对我的启蒙和把关，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对我的琴技的训练，可以说老师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一生的啊。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我小的时候，妈妈经常是听着我拉琴的声音来监督我练琴的啊，只要听着声音就觉得我在练。那调皮的我想偷懒的时候，就会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躺着拉、坐着拉啊，变换姿势来演奏，因为听到声音就可以了啊。就这样一边玩一边学啊，在玩中学，学中玩，让我找到了花式小提琴演奏的一个灵感，从而创造了用九种姿势来演奏花式小提琴的一个表演，实现了艺术上的升华，视觉上的冲击，给大众一个美好的一个享受。那么艺术呢，不是复制品，必须有自己的个性，学习艺术呢，也应该从兴趣出发啊。所以传承恩师大爱于人的衣钵，现在我也是一名老师啊。我的核心理念就是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让这些小精灵们在轻松的状态下捕捉灵感啊，发现不足，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墨守成规只会固化他们的想象。愿所有热爱艺术的孩子们都能保持一颗玩心，成为独特闪亮的新星。少博你好。小乐姐姐好。您好，请嘉宾席落座。两位八零后爱玩音乐的老师，一群一零后热爱音乐的孩子，组成了别具特色的土豆王国小乐队。他们的音乐构成创意无限，有多种多样的乐器演奏，有充满热情的歌唱，让我们走进属于他们的音乐王国。有请土豆王国乐队。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我既要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空中最亮的星，一路照耀我前行。欢迎土豆王国小乐队，欢迎你们。小姐姐好。太好听了，这么美妙，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土豆王国小乐队的桃子老师，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土豆王国小乐队的吉他手菠萝同学。大家好，我是土豆王国小乐队的主唱草莓同学。欢迎草莓。大家好，我是土豆王国小乐队中的键盘手柠檬同学。我呢是我们小乐队中的小打爱窝窝同学。我是鼓手荔枝同学。那想问一问这个土豆老师，当时是怎么想到要组建这样的一支乐队的？因为当时我有一次机会去支教上音乐课，在大山里面上，我们会捡很多很多的桶，然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多很多乐器，所有的孩子们在一起都是特别的开心。我感觉不到孩子有想下课这种感觉，我想我回来以后能不能把这种感觉也带给我身边的这些孩子，我想让他们我们自己可以制作乐器，还是说我们用这些生活中的这些的锅碗瓢盆啊，都可以当作成乐器。我觉得这样的话更能让孩子们感受到音乐其实它本身带来的这种魅力。对，然后我就有这样一种发心吧。那
我们这个土豆王国小乐队到今年有多少年了呢？有两年半的时间吧。一直是这几位小团员吗？还是他们当中也有说长大的、离开的，也有新的补充进来呢？有那个长大的，但是大部分还都是比较，比如像草莓同学，其实就是第一波的孩子，第一届的。第一个啊，孩子，他是第一个孩子。是从这个乐队创始一直到今天都在乐队里，是吧？他是我们的大师，元老级，元老草莓。对，元老梅。啊，然后大师姐，这是我们大师姐。对对，您看这个块头也是大师姐。不要这么说，在乐队里特别的受尊重，是不是？嗯嗯。桃子老师也是学音乐的吗？是的，是的。嗯。我曾经在小学当音乐老师，做过七年的时间。啊。然后我跟草莓认识，我们一起，然后玩音乐之后呢，我就觉得，因为草莓给了我特别多灵感，嗯。还挺感谢草莓同学，比如说呢，在哪方面？草莓同学是很天然的那种可爱，他可能不太会去装的那种，天然萌，天然萌，对。然后他声线非常的美好，听他唱歌就会很治愈。草莓能不能这样清唱几句，再让我们欣赏一下？拿下机吧。好好好。我们去到世界各个地方玩耍，我们抛下喘不过来气的想法。就算今天气氛多么多么尴尬，明天的太阳照样把你烤化。我们的身边总有太多的变化，我们多么想对别人说我不怕。就算天塌下来把眼睛都哭花，明天的月亮会带着你回家。啊，真好听，确实特别的治愈。也想问一问我们几位可爱的孩子，先从菠萝哥哥开始吧。你一直是学声乐的吗？一两年了。嗯，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乐队当中跟你们学音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小乐队中呢，就是说老师会让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让我们自己去写歌词，自己去创作，然后呢将自己的创意展示出来，我觉得就非常的快乐，而且也非常的好。哪首歌是你写的你创作的？我们的那个原创《从前有座山》是我写的。啊，是你写的。我是学独唱的，就是上独唱班，不是特别会写东西，但他们写完的我会唱。对，哎，那我觉得你特别幸福，有这么多人，这个好朋友给你写歌啊。荔枝，你觉得呢？以前就是学鼓，学了三年了，以前都是你只要一打错就给你来一小棒。哎呀，然后呢？到这个乐队里，不一样了。然后土豆老师就教给我，然后我回去练。然后土师就是打错了，土师会慢慢的告诉你。嗯，好，我们听一听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有什么感受。特别特别羡慕这一些小同学和两位老师，我觉得他们在一起玩音乐啊，就真的是特别开心、特别快乐、特别幸福。嗯。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我想问一下少波老师，这几位孩子他们真的是玩转音乐了吗？这个他们其实不但是玩转了音乐，而且是能驾驭的音乐。因为在舞台上能够驾驭这个音乐，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磨练和现场的这种很多次数场数的演出才能实现出来的。嗯，它是一个累积，这里就能看到两位老师的非常的用心。就是这个时代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一个音乐表现形式和状态啊，去感染自己，影响别人。就我非常赞赏这个两位老师的这种用心和这种模式和形式。少波老师，我们两位老师非常巧妙地把这个门槛设得非常的低，然后让孩子们呢容易迈进来。迈进来之后呢，通过两位老师的谆谆教导，然后让孩子们真正的爱上这种自由的音乐。我觉得小雷，我们作为少儿节目主持人，肯定这种感受我们应该是相通的。是的，我们主持了这么多年的少儿节目，其实像类似这种小朋友的乐团乐队我们也见了很多，但是打动我们内心的，我觉得目前土豆王国小乐队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能够打动人的除了你们的声音以外，我特别看重的一点就是你们的眼神。不光我们的两位老师，包括我们的每位小的乐队的成员，真的你们的眼神所表露出来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真诚阳光，而且是积极向上的。特别的希望我们的土豆王国小乐队能够将你们的演出，能够将你们的整个的乐队长时间的持续的保持下去，去感染我们更多的孩子，
去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特别同意小雷的说法，能够呈现出这样的特别快乐享受音乐的状态呢，真的很难得，这才是音乐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哎，那既然咱们是这个土豆王国小乐队玩转乐器，我觉得光有这几样没看够，还能玩什么乐器啊？我们还有一个其实特别好玩的一个希望能跟嘉宾互动的一个这么一个，我们自己发明了一个，自己发明的，哎呦，太期待了，来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好。那我想问一问我们土豆老师，这个要教我们什么呢？感觉赤手空拳呀。这个叫做咸鱼大翻身，对，这手就是这条咸鱼啊。哎，这咸鱼要打节奏，他的手背和手掌都是节奏，然后再靠你的手来打，这是他的第一的节奏，手会有一点点疼，哎，这是一个基本的节奏，这个特别的考验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好吗？要不然打乱了就哈。对，哎。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咸鱼节奏，特别简单，特别考验智力啊！不用再次强调特别简单这个事儿了。那这样吧，我们的常驻嘉宾和我们请来嘉宾都特别聪明，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好吧。不要把话说那么满。来，这个我怎么有点紧张了？出去不能说是您的紧张。好，那我们来伸出我们的左手啊。右手，我真的确实紧张了，老师。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对，啊，先伸出我们的右手，来，三，走，哎，这一翻，这是一翻啊，来，第二翻，三，走，哎，非常聪明，来，再翻一个啊，来，三，走，好，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左手来捶我们这个手背啊，要发出咚咚的声音，然后我们一起啊，三，走，咚咚。动，先这么吹，对，咱们吹，对。老师，我都砸红了。这是祖传秘方，这咸鱼受得了？对，咸鱼祖传秘方。好，那我们接着翻啊，准备啊，一二三，走。一二三，走。咚哒哒咚，好吧，咚哒哒咚啊，学会了。二三四，咚哒哒咚。哎，对了，然后咚哒哒咚咚，吹两下，好。好。就先练到这儿啊，再三四，咚哒哒咚咚。然后下一拍就是拍，记着，好吧，再来一遍啊，来三四，咚哒哒咚咚哒，哎，然后到这儿呢是吧，咚，对了，然后这就是一套。老师看看我这做的怎么样？好，哎，对了。那个学习代表这个已经展示完了，请这位小雷同学也，咱们一起学的，让你也做一下。对，请我们班最后一名试一下。别着急啊。对，任何艺术开始之前都需要酝酿情绪。咚哒哒咚哒咚哒咚。对了，对，就是嘴和手嘛，咚哒哒，必须得嘴先动啊。你现在有点知行不合一。好，那我们集体一套来一遍，好吧？好，来怎么样？来，一二三四，咚咚咚咚哒咚。哎 ，OK。在干嘛？石头剪刀布。我两只手都拍桌子上了。对，然后这一套呢，就是一套那个万能节奏啊，什么歌都能和上吗？对，什么歌都能。那我们试一试呢？我们挑一首歌吧，我们挑一首大家都会唱的。小燕子，它怎么能和上？啊，行，你好。小燕子，这是飞不远了。哎妈，一会儿燕子都睡着了。咱们来欢快一点的歌曲，好，是不是？啊，好，啊，那我们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吧。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找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哦哦，我到今天终于理解了小学时候学的一个这个成语，叫滥竽充数。哎，特别的有意思，这
个不愧是万能的旋律。对对对，而且其实这个特别适合家庭，特别锻炼孩子的协作能力。我觉得此时此刻呀，我们的舞台真的变成了一堂特别生动的，而且大家都愿意参与其中，同时呢还这个不愿下课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玩的音乐课。那邵博呢是以这个玩转小提琴著称的。那这样我们一起来配合一下，我们配合你玩转一次小提琴好不好？没问题，让这个土豆王国的小朋友们选一个代表来拉小提琴，然后所有的这些嘉宾呢和主持人呢，你们再来咸鱼翻身，好，好不好？好啊，好啊，谁来？那我们找一个我们乐队里协调性最不好的来，菠萝吧，菠萝来，菠萝人家毕竟是吉他手，对吧？还有，人家是这个也是玩弦乐的，对对对对，人家也弦乐出身嘛。简单教了一下要领啊，放在这个位置啊，一二三四，就上下演奏就可以了，啊，由慢到快。最后你想让他们翻多快你就拉多快，好不好？以后变成鲨鱼翻身。来啊，我们试一下啊。你这么拉鱼受不了，对手也受不了。好啦，我们不想下课的快乐音乐课也要下课了。谢谢，谢谢土豆老师，谢谢我们的小乐队，谢谢我们的嘉宾，谢谢。我觉得呢，在这个乐队当中，在每一天呀，这个快乐的不仅仅是我们乐队里的孩子，应该是土豆老师和桃子老师也是特别快乐的。那么对这个乐队将来让他一个怎么样的发展目标，或者是对他的一个设计是怎么想的呢？初心呢，就是说想让更多的孩子其实真正能够去感受新的这种玩音乐的方法。我们未来其实是想传播我们自己的原创音乐啊，然后通过我们这些音乐呢，能让现在更多的孩子听到现在很新鲜的潮流的这些儿童音乐。然后我们也希望说能，就是让大家觉得哦，原来玩音乐还能这么玩。我更关注的是孩子们玩音乐能不能够去分享出去，把我们这种快乐的这种气氛，还有我们这种文化吧，传播，让大家全都效仿。哎，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是特别的优秀。想问一下我们的黄教授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学习音乐有什么样的意义吗？音乐和情绪是连通的啊。有的音乐呢，它能够去激励鼓舞人心，还有一些音乐呢，能够去安抚，能够疗愈我们的情绪情感。那在音乐教育当中呢，很多时候孩子的对情绪的这一个感悟和理解就也会被激发起来。其实人在语言交流里呢，只有30%来自于语言的内容本身，70%都是这一些非语言的信息在传达。而孩子在受音乐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情绪的理解和对他人情绪的把握都会有所提升。所以音乐不仅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智力，还会提升孩子的情商。没错没错，其实我们说的学中玩，玩中学，不是瞎玩，这个玩是有逻辑思维，有智慧，有境界的。就像这个飞人乔丹的这种灌篮啊，他上升到了艺术的这种水准啊。不喜欢篮球的人，他也愿意看他去灌篮的一瞬间；让不喜欢音乐的人看到你们的表演，也会喜欢音乐，备受感染。这个是你们做的最好的一个普及音乐、推广音乐的一个重要作用，为你们点赞、鼓掌。那我觉得其实音乐更多的它现在已经作为一种工具，当我们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真情流露，洗澡的时候都会哼起音乐。当我们特别不开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小同学也都会有自己一个人戴上耳机躺在床上，一个人去通过音乐来排解自己情绪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利用好音乐这个工具，要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通过音乐能够培养出一种积极的心态，即使遇到逆境的时候，也争取能够通过音乐这样一种工具，去让我们的心灵或者说我们的情绪得到排解和释放，能够让我们在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上茁壮成长。
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叫做玩转音乐。其实玩转音乐呢，它只是一种形式，但是我们其中感觉到最深的就是孩子们传递给我们的对音乐的热爱和憧憬。只要你有热爱，就可以冲破一切阻力。真的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越飞越高，越走越远，加油！今天特别开心，我们土豆王国小乐队能够来到快乐大巴，而且呢给我们带来这么生动的、丰富的，我们都可以呢参与其中的一个特别难忘的音乐课。真的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当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开始说话。所以音乐呢，它不应该是我们额外学的一项技艺或者是一个课外班里面的内容，而应该真的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组成部分，让它呢至始至终流淌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让我们由快乐而来，获得更多的快乐。谢谢你们，送给你们快乐大巴专属的机器人，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并且关注快乐大巴号，边看节目边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抓盲盒游戏，并且参与我们的幸运抽奖，互动留言，让我们一起快乐云游。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冠名播出。换个角度看更精彩，欢迎大家拿起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快乐大巴视频号，成为我们的粉丝，就有机会参与到节目当中，全家一起乐翻天。一起来预约直播吧，一起抓盲盒，丰富多彩的礼物让你爱不释手。云端面试选拔场外连线的观众，你也来报名吧，让我们一起快乐云游，在云端嗨起来。快乐云游呢，是我们专门为在央视频快乐大巴号当中参与短视频征集活动和参与直播连线互动的家庭而专门准备的现场游戏环节，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今天的幸运家庭。欢迎我们这个视频连线来到节目现场的两组家庭，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们先从妈妈和宝贝这一家开始，好不好？我叫天天，今年我六岁了，我的爱好是打鼓，而且我还有好多爱好呢。看到你的左边放着鼓，是不是？学了几年了？学了两年，从四岁开始学的。好，欢迎天天。我们再请这边的小伙子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李明轩，我今年六岁，我喜欢读书。好，欢迎。好，请两个家庭做好准备啊！第一个游戏，迅速找到带有你名字的物品。30秒计时开始。家里应该很多。这里。哎呦。啊哈。还有时间继续，我们看一看哪个家庭找到的多。一样，还要继续找，继续找，继续找。5、4、3、2、1，时间到。我们看一看谁家找到的多啊！来，天天，这是一个书包啊，还有吗？一样。对，上面名字。还有其他吗？书本，还有作业本，这都算一类。书算一个，本算一个，书包算一个，水杯算一个。四个了。还有文具盒、铅笔盒，有名字吗？好，一共是5个，对不对？对。好。轩宝，你介绍一下，你找到了几样？水杯看到了。李云轩，书包有名字吗？我的书包有名字哈。这是我的衣服。衣服哦，3样。好，这边天天呢找到的是5样。对，嗯。好，第二个任务来了啊，找到家里发出频率最高的物品。频率最高就是声最大。麦克风，麦克风，频率最高，频率最高，应该声音最大，应该是不是？应该是声音比较刺耳的那种。对，这种就属于高频。哦，这属于低频。对对对对。啊，我们看到天天啊，这个已经爆了一大堆了。还有包括我的家。好，倒计时5、电脑4、3、2、1，时间到。好，第一样架子鼓的鼓槌，第二样呢，话筒，话筒，啊，冰箱，
小音箱啊、嗯，还有呢，手鼓，非洲鼓五样，啊，电子琴六样。我觉得呢，应该是这个话筒的频率会特别高，经常我们调音的过程当中，嘚、特别特别的高啊。如果不发现这种意外的话，哪个频率最高？架子鼓的调拨的频率是最高。哦。左边那个，左边那个最高，右边那个不行。调法是吧？这是什么法？这个是相比它这些所有物件当中频率是最高的。好，那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轩轩这边找到了几样，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琴。尤克里里吗？类似尤克里里。比尤克里里大点儿。这是我的鼓。这是我的喇叭。哦。喇叭感觉不出声，自己出的。呜、哦。还有吗？其实家中最高频的是我们的碗或者是杯子。嗯。那个东西的撞击声是最高频的。哦，明白了。所以呢，对对对，就是很多小朋友呢也会这个有创意的，把一些杯子或者碗里面呢放上不同的水，就能够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还能演奏乐曲。嗯，那在这一轮当中呢，我们明显感觉到天天这边的那个调拨是音频最高的，是吧？对，相比应该是这边获胜。好，给您，非常棒啊！找出家里所有能当乐器的物品。这个需要发挥想象力啊，有的时候呢看上去不是乐器，但是可以当乐器。金豆哥哥，你们家有什么样的？有一把尤克里里，这个马上能拿出来，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还有一个口琴，我不是太会吹几首曲子，只不过就是在我们军训的时候，然后大家好像都统一买的啊。我想想，我们家有钢琴、吉他，有口琴，有箫，还有尺八。这尺八好多人都不知道啊。尺八就类似于箫的一种乐器，吹起来难度更大一点。对，那少博家有多少个提琴呢？像这种电提琴一共有四把，因为它有不同颜色。嗯，像木提琴我有七把琴，就是从小的时候，从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到最好的。随着年龄增大，这个琴都是要不断的这个变化的，对对对对对，是吧？对。好，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今天先介绍一下。这个可以，都是打击乐。哎，这个更清脆，这个频率就高了。对，刚那个频率高。对。哎。呵，四个了吧？这慢点敲，慢点，慢点，慢点。五个。像这种瓷器呢，它手握着的时候敲这个音就已经出不来了，是放在那儿敲。要不然它震动不了。对，它要不然它传不出来那个声音。对，它得把声音放出来。对对对对。嗯，天天，你找到了什么？我找到了一个玩具，上面有铃铛，上面有两个小铃铛，还有呢？妈妈，你帮你。哦，熏熏熏。然后两个笔。两样。那笔也算吗？也能打出节奏。还有杯子。对，这个撞击的。这个。五。咖啡壶。哎，这个可以做那个，就是跟类似于那种沙锤的那种。对，放上一半沙子。对对对对，可以摇起来。花瓶可以吗？妈妈，你不能，那一会儿这个敲敲床帮，敲敲玻璃都响。好，金豆哥哥判定一下，我们三轮游戏过后呢，觉得哪个家庭这个在这个游戏当中表现得更好呢？经过了三轮的较量之后呢，恭喜天天家庭获胜，祝贺，可以获得我手中我们快乐大巴的专属机器人偶。我觉得轩轩一家也特别棒，一家齐上阵呀，而且特别积极，我们的这个计时都到了，还没有找完的那么多东西。是，所以呢，可以获得快乐大巴提供的靠枕一个。感谢参与我们的场外连线的游戏互动，谢谢，再见。再见，我们会把这些礼物给您寄送到家中哦。再见。大家好，我是邵兵，爱惜粮食，不浪费，勤俭节约好美德。今天我要向大家提倡光盘运动，从我做起。爱惜每一粒粮食，合理膳食，加强体育锻炼，拒绝暴饮暴食。
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是玩转音乐，不仅大饱耳福，同时知道音乐可以这样玩。玩是一种理念，更多的关注于音乐本身，挖掘孩子更多的潜能。玩是一种创新，在自由的空间当中，音乐会有无限的可能。玩更是一种态度，希望音乐可以常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可以流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快乐大巴，再见。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